访问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海内外乡亲，大家好。今仔日五二零是这个马帮集团啊，因伫个这个先生府内底啊，伫遐就一典礼，但是一位詹梅甲杜姐，伊都已经三遍要来驱离这个台北车头、台北火车头，诶，伫个中孝西路顶悬的咱遮伫遐静坐的诶，咱的乡亲时代。啊！伫遮，我要啊拜托各位乡亲士大，你会当较紧手机啊举起来，较紧通知啊，因为遐差不多300外人尔，啊，因的顶驳车呢已经九台伫个附近啊，伫个这个中庆南路以及啊这个博爱街啊，伫个内底巷啊内底，啊遐的这个啊暴力部队呢，拢伫个邮局内底，拢伫啊整队伫啊。听候讲，等下因啊，因的这个典礼煞了后，伊就要来驱离咱伫个火车头头前遐的诶乡亲士大。我伫啊现场看到的，拢年龄偏高，有诶是坐轮椅的，头毛白苍苍的，伫个遐，伫啊已经规暗拢无困，为怎开始？咱的街头运动煞了后，因搁倒转来，拢就地坐遐，规暝透风落雨。昨暝规暗拢落大雨，因规身躯澹漉漉，但是伫遐拍死无退。啊，伫个遮我嘛啊，足无客气，要甲咱的这个啊一挂社团的负责人过去，不管你是有募款，或者是无募款的啊，咱的这个啊社团的负责人，啊是拢恁开嘴合嘴，就是要建国的啊，遮的政治人呢，啊你赶紧。请你的这个通知一挂人去火车头头前遐去遐声援，即马有这个啊一挂这个名嘴伫遐在演讲，啊希望恁大家较紧叫人去，因为人多过去红衫的时阵啊，伫遐在反扁的要倒扁的遐红衫坐伫遐的时阵。马英九市长伊就讲，因为人数太多，阮的警力无够。啊，今仔日伊会要来掠咱的这个台湾人呢，迄就是咱台湾人伤少，所以讲伊的警力足足有余。伫个遮拜托各位，尤其你过去有借用到爱台湾建国的这个啊社团的这个负责人呢，你较紧请你的这个观众啊，你较紧你请你将你的这个啊，你所会当联络到的乡亲士大，较紧联络去火车头的头前遐。去啊，共同来声援啊！我希望讲啊，过去咱会当冲破着总统直接民选，阮嘛是伫个这个火车头前。迄阵啊，几年前啊，啊1989年的时阵，就安尼一战成功。希望讲今仔日咱台湾的正港爱台湾的这个乡亲，伫个火车头前啊，嘛来一战成功。啊，咱啊，怎行这个啊？游行路线呢，真少人在讲起讲要释放阿扁无多，但是咱火车头前有一个阿扁的，这个阿扁总统的，伊的伫个坐驾的这个嘉伦，伫个遐互人坐，啊，过来遐的演讲者，大家拢有讲啊，咱要来啊，激咱的这个人气起来，要来救阿扁总统，较紧脱离这个苦海。伫个遐唯一有在讲到阿扁总统的代志。啊！伫个遮，咱的这个正港台独派的，咱的啊乡亲士大啊，你即时较紧到台北火车头前来声援大家，卖等的因人若出动的时阵，便当食饱了后，因遐的暴力部队拢伫个遐啊，因若休困，精神饱满了后，伊阁起眉棒阁举出来，阁甲你讲到流血流滴。所以讲，咱人若坐的时阵，伊就唔敢甲咱安怎。伫个遮，拜托各位，恳求各位。啊！咱即刻较紧到台北火车头前来声援咱的乡亲士大，正港拍死无提咱的要建国的志士，以及支持阿扁的啊阿扁们拢伫个遐，感谢各位，拜托各位。